您的好啊。好好好，少见少见，可不哟，很多日子没看见你。是啊，啊，我呀工作太忙哦，所以咱们很少见面。是，你在哪儿工作？我还在那儿。还在那儿啊？还在哪儿啊？在那个公司。什么公司？千货公司。千货公司？对，没听说过。是啊，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，哇，所以就叫千货公司。哦，您在这儿搞什么工作？我呀，我在采购科。采购科？我是采购员。啊啊啊，各处去办货。是啊，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？哦，呵，太好了。哦，可这货办来的啊，太好了。办来的缝纫机？不是。自行车？也不是。电视机？哎，更不是了。办来的什么货？那个猴。猴？对。哦，猴。皮猴棉猴？不是。猴？什么猴啊？猴嘛，就是那个活的，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。耶耶耶。啊，就有这么一天吧，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。哦哦，这时候我们科里头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。嗯，我接过来一瞧，上写着是三立同志，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五十个。哦，紧急任务，马上动身。有，我一瞧，哦，紧急任务啊，我得走啊，完成买猴任务啊，买火车票奔东北啊，我走。哎哎，您等等等等，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？啊，是啊，啊，那个啊，可说呢，啊，可说呢，啊，对呀、啊，什么叫可说呢？我问你啊，买猴干什么用？那猴有什么用？哎，猴能耍呀，啊，哎，耍呀，戴着小花脸，穿小红衣裳，一敲锣，通堂堂，啊，耍一套，耍猴，好好好，耍猴，啊，那成马戏团了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不成，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？嗯，那我哪知道啊？那怎么回事呢？哎哎，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。不能不能不能，老马已经调走了。哦，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？老马是谁呀、啊？嗨，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，哦，姓马，叫马大哈。马大哈？啊、嗯，怎么叫这个名字？就是马马虎虎、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。嗨，这叫什么名字、啊？他外号叫马大哈啊，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，写字的。哦，一些啊通知啊、报表啊、文字材料啊，都归他管。哦哦，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，是总是啊迟到啊、早退啊、交假条啊、不上班。就算他上了班啊，也不干正经的。哦，坐在那儿啊打电话，跟他对象聊大天玩。嗨，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。哦，这科长啊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他都要书面通知。啊。有一次就这样吗？啊，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。哦，找马大哈给写通知。啊，马大哈没来。哟，天天迟到。嗯，两点上班，三点三刻才来。好嘛，迟到了一个多钟头。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，哎，老马，你给王源写个通知啊，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，明天就要办啊，快点。马大哈，哎，好了，慢慢腾腾的，不慌不忙的，沏上茶，拿起笔来。要写通知啊。嗯，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，哎，这什么响啊？电话来了。哦，找马大哈。马大哈接电话一听，喂，老马呀，看电影去，我买了票了啊，去啊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马大哈的对象。嗨，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。马大哈说，啊，什么电影，什么片子。那个说，啊，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冷酷的心，嘿，我没看过，嗯，快点来呀、啊嗯，马大哈，我不行，我不是在班上，我没有时间去啊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人都买了票了，完了，不看吧，嗯，我知道了，嗯，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，嗨，这挨得上吗？这马大哈这就没办法了，等等我去，你这你着急干嘛？我去呀、啊，嗯，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，我马上就到，啪，撂下电话，抄起笔来，这就写啊，大笔一挥，三下五除二，写完了。啊，科长也没细看，哟，签字盖章，通知送走了啊。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，接到通知，人一看就愣了。是啊，写着是，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批货，明日办妥。
瞧就急了。是，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啊，明日办妥，人连饭都没吃啊。哎，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，锦州了。哎，哪儿找去？哎，哪儿找这批发站？没有啊，给天津打长途，用电话联系一下，一问呢，好，锦州到批发站，你瞧瞧，少写一字儿，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，这多耽误事啊！少写一字儿，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，那甭问了，他让你去东北买猴啊，准是给写错了。哎，不能不能，不是他了啊！从打那回他闹错，把他调工作了。哦，不让他当文书，不当文书了，干什么去了？被马大哈调仓库了，当管理员了。哦，那就好了。你更糟了，怎么？嗨，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。是啊，让他跑仓库去当管理员啊，正赶上仓库进货。哦，来了50桶香油啊，50桶桐油。哦，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。哎，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。你 瞧正赶上马大哈值班。哦，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，怕他闹错。老马注意一下，千万别弄错了。马大哈，嗨，这你就甭管了。哦，有办法呀。他有什么办法？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。哦，他裁了50个纸条。哦哦，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。什么呀？香油。哦，又裁了50个纸条，每个纸条写俩字，桐油。好，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，哎，得就分清了，就满乱了。怎么？他字条写好了，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啊。就在这功夫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得电话又来了，找马大哈。哎，马大哈接电话一听，哎，老马啊，看戏去。好吧，还是他看戏去。嗯啊，你快点买票去，杜十娘，我爱看李甲，快点，你快点买票去。马大哈看看戏，我也买不了票，我这值班啊，我出不去啊。哟，你看你这人，你不说的吗？怎么说了不算呢？完了完了，算了吧，甭看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跟李甲一样啊，你对我你都是假的。嗨，这挨得上。马大哈这就没办法，这对我得得，我去我去，你别着急，我去。撂下电话，戴着帽子往外跑啊，要买票去。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。怎么？标签还没贴呢。对呀，拿着100个纸条，啪啪啪啪啪，可真利索，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。贴上了，这沉住气了。哎，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，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？黄河呀，黄河，黄河戏院啊！一听说黄河戏院，撒腿就跑，嚯，直着俩眼跑起来了。好，都慌了神了。哎，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。哎，买着了啊，买了2张平戏的票，这他就行了。他行了，他是行了啊。仓库可就乱了。怎么？马大哈就这一慌，这么一忙啊，标签全贴错了。是啊，桐油桶贴香油，香油桶贴桐油，那赶快接下来吧。谁都不知道啊。嗨，货都发出去了啊。3天以后，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。哦，送来了2包蛋糕。哦，送礼来了。哪儿啊？讲礼来了。讲礼，打包让你看看桐油蛋糕。嚯，正捣乱呢，一瞧又来了啊，木器行。哦，家具公司送来了啊，香油油的桌子。嚯，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。没听说过。你说这怎么坐着？这怎么坐？哎，没办法，赔礼道歉啊，跟人说好的吧，赔偿人损失，这才算完。马大哈呢？马大哈认个错吧，干脆调工作啊，不让当管理员了。干什么去了？调走了，调传达室。哦，传达室。调传达室工作了啊。从他走了以后啊，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。哦，换了一位姓王的啊，王文书。哦哦，写得好，不但写的字儿好，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，是非常认真。哦，一点也不闹错。嗯，好，好，就是一样不好。什么呀？这王文书啊，爱闹肚子。哎呦，也不算大毛病，反正大家伙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，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。哦，这个人绝对没错。哎，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，我一看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。对，别耽误啊，赶紧走，走吧，奔东北了。头一站我就到沈阳啊。到沈阳一打听，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。哦，这城里哪儿卖猴的？就是这地儿没有，那是山区，山区找猎户。哎，手里都得有猴。哎，我一想也对啊，上山区，哪儿山区啊？长白山呢。对呀，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。啊，哎，对，那儿找去。